好了，我现在回应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有人的女儿不信耶稣，以前信的，但现在没有信，没有祷告，没有读圣经，没有参加教会，这个情况如果是完全没有的话，是不得救的，这个非常可惜，就是你的担心。但我们怎样帮助呢？我们帮助的方法是，首先我们有力量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力量。因为用人的方法去骂他，这个没有果效，骂他就带来相反的后果。但我们越亲近神，我们连就平安。耶稣说："我的轭是容易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是神负责。但我有生命，我有属灵的生命，所以首先是亲近神，从神得力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力量，就有爱心，对他有爱心，他改变的机会更多。"而且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祷告有什么经历，我们为人按手祷告人有什么经历，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，手按病人就会好了。有些手为人按手，他们可能经历神病的医治，经历神的帮助，这个是暂时的。我们就多祷告，也多为人祷告，就多有见证，有见证。也可以马上派路，用手机派路，派路了就让他看，他就看到神这么真实，这有可能性可以带他信主。用骂的方法，用怒气的方法，不能成全神的意。所以我就鼓励你这样，就是用柔和的方法，用平安为他祷告。首先你有力量，有智慧，在神面前安静，神啊，给我这个智慧，怎样去帮助他去最有效的说什么话，最容易改变他的个这个智慧是重要。从神来的丰盛的生命，有丰盛的生命，就这样我们就有生命了。然后你曾经说我常常这样发怒这个与神的关系怎么样啊？这个就是与神的关系越好越平安，相信神掌管一切。而且我曾经教导，我们做什么遵从神的事情，神都喜悦；悔改，天上就为我们欢喜。我们亲近神，神就必定亲近我们，回应我们。我们藏在耶稣里面，他就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多结果子。然后我们这样被凉水给一个小姐，也不能不得赏赐。所以，我们将这些都做在人身上去这样被凉水给人，祝福人，祝福神的儿女。也帮助未信主的人信耶稣，神就很喜悦，神就赏赐，这样我就喜乐了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做什么遵从神，就是一杯凉水，神都喜悦。我们就整天整天都感谢神，我现在遵从神，神就很喜悦，我也可以开心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整天开心，就有力量。没有喜乐就没有力量。如果常常思想，很多人就是思想不好的东西，所以没有力量，都是烦恼。我们选择思想神的恩典，思想人的好的地方，就有力量；思想圣经的话语，但思想不好的东西就会负面，就没有力量。这样越亲近神，整天都依靠神，整天都回应神的感动，我们就越来越更多神的感动，神的带领，我们的生命就会提升了。